来，这题怎么算哈？他告诉我说，这下面 HS， 下面 BHS， 直接告诉我这俩内积的，对不对？求这个，老师讲过，碰到这个 GS 怎么办？直接把怎样平方乘开式就好了，对吧？哈，像这种平方去乘开 ，A 减 B 的平方乘开式型 ，A 平方，平方加什么值 ？GS， 减几二 AB 四倍的下面 A 都有下面 B。加上 b 平方四倍向量 b 绝对值几次？两次。所以写到这边之后，变成向量 a 减掉两倍向量 b 的绝对值的平方。来，二平方是几？四。减几？四 ab，ab 是负三，负四乘负三，加十二。加上根号五平方五，五是多少？二十。所以说，告诉我加起来是几？三十六。所以说把它开根号，所以向量 a 减掉两倍向量 b 会等于几？正负极六，负二行吗？不行，所以盘旋极六比较好。OK， 这是负三啊。